欢迎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师傅、父老乡亲、叔伯兄弟。现在，我们就邀请这次比武的两位主角出场。首先出来的是高明，接着就是。 少爷那几招真是厉害啊！嗯，快、准、狠，兼而有之，真是叹为观止啊！是啊，其实都不用怎么打，一看那姿势，毕少爷赢定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不对，我觉得毕少爷武功独一无二。
能打败他的人呢，现在还没有生出来呢。你们要再说啊，所有的人都要出来和我比武了。那好事还怕人知道啊？是啊，我不是怕人知道，我是怕我爹知道。我觉得真够奇怪的，你这么喜欢武术，应该跟你爹关系好才对啊，怎么反而像敌人一样势不两立？谁让我从小跟他关系就那么差？你以为我想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小的时候我很喜欢一条狗。有一次呢，我和爹出去采药，阿碧啊，不要走太远了，小心一点。知道了。在你大哥很小的时候，我已经发现他的性格有点古怪，很难使人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也很难分辨是好还是坏。我宁愿阿碧怪我一辈子，我也绝不会冒险将咏春拳传授给他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做？阿旺其实是一条很忠心的狗，他为了救我，所以才被野狗咬得奄奄一息。我不忍心见到他那个样子，所以……那后来，你有没有跟你爹讲这件事啊？爹就是这样，他想明白的事，你不用讲他就明白；他不想明白的事情，你讲一万遍他也不明白。可就为了这么件事，让你们父子这么多年不和。我觉得挺不值得的。误会何止这一个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呢。不过我也知道无仇不成父子嘛。哎，这下厉害啊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打两臂的时候也要像这样啊！是是，这样打就对了。再用点劲儿嘛！你没有吃饭呀你？再用劲儿啊！何儿，哎，爹。何儿，你这儿这么热闹，在干什么呀？没有，这阵挺闷的，就叫这个小子参加什么武术大赛，消遣一下嘛。武术大赛？嗯。贺儿，你这什么时候能把心思放在这儿？这里边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吧？啊，爹，治我者莫若你呀、啊！
以十分钟为一回合，若一方被打至认输，掉下擂台，或者没有力量在上，都当败方论。比武者必须正面对敌，不可以从后面攻击，非凡者一律取消资格。现在比武开始。 高明，就打死他呀！ 什么都不用说了，高明，什么时候都说你高大威猛，有点用的。爹，我是不是很有眼光啊？刚才这个家伙打了梁斌那小子，你也看到了吧？梁斌那家伙刮了我的胡子，这个仇我今天一定要报啊！赫儿，你找高明来比赛，只是为了向梁斌报仇吗？是啊，是啊。赫儿，你要找梁斌报仇就这样是不够的。爹。 你这样说，难道你有办法？这样，就让爹给你拿个主意，怎么样？爹，你说了算，儿子全听你的。哎，高明啊，一会儿上了擂台，我要你输给他。啊？是什么？哎，不是吧，爹？ 你在说笑话吗？外面形势那么好，怎么会输给他呢？我儿压了他。何儿，不是说好了让爹给你拿主意吗？是啊，但是也不用输给他那么离谱吧，爹。我，何儿，你难道怀疑爹的主意吗？高明，龙某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吗？ 清楚。哎，小馒头，你看，龙金胜。
想不到他也来了。是啊，连他爹也一块来看了。龙鹤啊，一定觉得他赢定了。毁灭对方的话，就一定让他感到骄傲，骄兵必败了。要让他感到得意洋洋，自以为必胜的时候，就是出手杀他的时候。是啊，让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屈居人前，的确是不好受啊。高明，我这次让你故意输给梁璧，你以为我是出于一时考虑吗？我没这么想过。那你又知不知道，今天这所有的事情，都是我为赫尔争口气的一步棋呢？哼，高明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梁璧这次之所以能够中途出赛，最后顺利地进入决赛，并且获得冠军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龙某一手安排的。是龙老爷你安排的？是啊，一直以来我一直派人暗中疏通，收买了梁璧所有的对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让他当冠军。我要让他自满自负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最后自食其果，这样比打他一顿还要痛快。哼，他欺负了我的赫尔，我就要毁了他的一生。高明啊，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医治好你的妹妹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好好的为我做事情，我龙某一定不会亏待你。
多谢龙老爷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 小翠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每次见到你，我都心都很痛。小翠，你笑了？你听懂我说的话了？小翠，你是不是听懂我说的话了？啊？ 高明，龙老爷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我要去见一个人。知道了。啊。哎，七哥。 赖三和这两个兄弟在赌场欠了我一大笔钱，啊，还一直没还，所以呢，我就让他们做场戏引你出来，就当做是利息吧，啊！<笑>我已经来了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不是我找你，是另外有人想见你。 七哥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你不是说找皮少出来谈事情的吗？谈？<笑>你们欠我五十两，又怎么会是谈谈那么简单呢？啊？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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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跟梁碧交过手，觉得他的武功怎么样啊？虽然他不会梁赞的咏春拳，但是他学了很多不同的拳法，也算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人。那你觉得凭胡文带几个刀手能杀得了梁碧吗？不可以。其实我这次派胡文去杀梁碧，是想来一个一箭双雕。一箭双雕。嗯，这次我叫胡文出手，如果能杀了梁碧的话，那是最好。不过就算是胡文失了手，我也要让梁碧坠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。高明，我要你跟踪他们，趁机下手杀死胡文，把这个罪名嫁祸给梁碧。知道，龙来。飞少爷，打
打得好！这帮坏小子找我很吃亏啊！阿妹啊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心神不安呢？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上次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吗？是娘死的那天。毕少爷，坐下吧。毕少爷，怎么了？赖三儿，你说话呀！济南，我，济北。哎呀，小馒头，你就别问我了，我不知道。你们，小馒头，我杀人了。心吧，爹已经为你完成了最大的心愿，梁碧他今后再也不会跟你作对了。走，虎文呢？在里面，在那儿。车队长，胡文今晚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不过前几天我发现他有点古怪，所以特意安排孙武暗中留意他究竟在搞什么鬼。想不到现在事情会坏到这种地步啊！你怀疑胡文是奸细？不错，前几天清查鸦片的时候，我已经怀疑有人通风报信。孙武是我的内弟，剩下知道真情的只有胡文了。孙武，你们抓到什么人了？我们今天抓到一个人。据他口供讲，现场还有一个叫七哥的人，让他逃走了。什么？七哥？据他说，今晚七哥安排胡文来，本来是要杀一个人，谁知道失手了，反而被对方杀死了。胡文来杀人？他杀什么人？胡文要杀的是梁碧。梁碧？姐夫，为什么都站在这里啊？是不是阿碧回来了？阿碧走了？走了多久？他去了什么地方？你们都说话呀！老爷，毕少爷他真不是有意的，你给我让开。姐夫，梁碧他不会杀人的，还是查清楚再说吧。查？现在人都走了，你叫我怎么查？如果他没有杀人，就用不着鬼鬼祟祟躲起来。他现在走了，整个佛山都当他是畏罪潜逃。我带他回侦缉处，还有案卷，如果落在其他人手上，到时候帮都帮不了。你说我应该怎么做？走开。
是不是要我动手啊？太叔，老爷，哼，太叔，你没事吧？ 小馒头，小馒头，毕少爷呢？小馒头，外面的风声很紧。三叔，我爹知道没有？我明白了，这接下来啊，咱们也只好是走一步说一步了。 梁师傅，啊，车队长，你是不是觉得这里不对劲儿啊？我知道你始终不相信是梁璧杀了胡恩。不要紧，换了是我，我也会回到这里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车队长，谢谢您的理解。为人父母的，有谁不对自己的儿女爱护有加呢？ 梁师傅的心情，朕中明白。况且，这件事的背后，我始终感觉应该另有文章。梁师傅，你放心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会把这件事情查得清清楚楚，不会让令公子蒙上不白之冤呢。那真是多谢车队长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要赶快找到那个阿七，免得被别人趁虚而入，节外生枝。 小翠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来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走，大夫，她究竟是什么病？就是怀孕了。大夫，你再说一次。小翠别的病没有。 只是怀孕而已。小翠，你告诉哥哥，到底是谁做的？到底是谁呀？是不是思佳的？是不是王虎？ 段庆、符振东，难道是贺少爷？小翠，是不是龙老爷？ 出去一下，这些钱麻烦你看住我妹妹啊！哦哦哦，好，没问题。龙金生，你给我出来！住手！高明，你进来吧。
你们都下去。是。高明啊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你现在一定很愤怒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坏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小翠？她只是个小女孩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高明，你能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吗？高明啊，你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，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，我想正式娶小翠为妻。什么？你要娶小翠为妻？对，我的赫尔你也看到了，他成不了什么大器，我很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来接我的班，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你放心，我会对小翠负责的。为了小翠，请你原谅我。来，原谅我，只要你肯答应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。来，原谅我。喜欢小翠，我才会做出如此糊涂的事情啊！我求求你，千万别杀了我！我求求你，高明，我求求你，看在小翠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，高明！别开枪！住口！住口！你住口！别动！高明，高明，别动！别！别开枪！高明，饶了我！饶了我！千万别啊，高明，饶了我！你把枪放下，放了我妹妹。好，你杀了他，你开枪杀了他，开啊！别啊，高明，你要么把他杀了，要么就选择你妹妹，你想清楚了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来人，往死了打！振东，有着这两个人就是我的祸害，抓紧时间把他们两个给我杀了。连小翠也杀了，无毒不丈夫。怎么着，你手软了吗？龙老爷发话，我手下绝不留情。动手！你听我说，你不用说了，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带你去佛山的。为什么？傅师傅，傅师傅，我求求你！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伙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如果傅师傅你不答应我，我一辈子都不起来。
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高明。哎呀，可惜呀，高明啊，我们练武的人喜欢独来独往，不习惯有人跟着。啊，冯师傅，你带我去佛山吧，我不会拖累你的。高明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啊，如果你喜欢学功夫的话，可以跟着我，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徒弟。你喜不喜欢学功夫啊？我喜欢，我喜欢。您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那好吧，以后你就跟我学功夫吧。多谢师父。嗯，来，给我。这个孽徒，是我把他带来的，我亲自把他送走。这个地方虽然是荒郊野岭，没什么人来，可是你们这么多人，太张扬了。你们早点回去吧，回去跟龙老爷说，等我把事情办妥了，自会跟他有个交代。但是，但是什么？我的决定你还有意见？不敢。那赶快走吧。啊，走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。师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还会叫我师父，还需要问什么呢？我们毕竟师徒一场啊，咱们大家把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。那个姓龙的，他要杀你们，你带着小翠儿赶快离开这儿，最好别回佛山了。那你呢？哎，天下之大，还能没有容纳我的地方？我现在是单身一个，不像你还有亲人，你赶快带着小翠儿离开吧，要是让龙金胜的手下看见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好，师父，那你保重。好，走。梁师傅，七哥被我们抓到了。啊，真的？当时他亲眼目睹，杀胡文的不是梁璧，是另有其人。姐夫，我就说嘛，阿璧是不会杀人的。梁师傅，这几天让你奔波劳累，实在是抱歉了。车队长，真是多谢你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又讲外人话了。嚯！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！阿才，什么事？老爷，我让毕少爷逃跑了。什么时候？你没告诉我。老爷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担心毕少爷被嫌疑的事情不能澄清，又怕老爷您在大义灭亲，把毕少爷送给车队长他们，我就让小馒头陪着毕少爷连夜赶到火车站，让他想办法逃走了。哎呀，阿才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太过分了。姐夫，其实才叔这么做也是为了毕少爷好啊。也是啊，梁师傅，既然现在已经水落石出，你呢就别责怪易管家了。哎呀，老爷，我们俩要是现在能赶到火车站，说不定能把毕少爷给拦回来呀。好了，事不宜迟。走，追！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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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，
妹妹一条命。你们都还站着干什么？把他杀了！我给你们一人1000块大洋，杀了他！求求你，我龙金生这一生都没有求过人的高明，我求求你放过我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做了这么多的蠢事。我求求你，高明老弟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挖开一边饶了我，饶了我吧，高明啊，高明！哎，高明，高明，别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的这些金子和这些钱。这些钱可以换回小翠的命吗？啊！高明，别，你听我说，高明，你当初千辛万苦的来到佛山，不就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吗？你现在的机会来了，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。你看，这是我银楼的钥匙，我几十年的积蓄都在里边。高明。只要你回心转意，我所有的东西和我在佛山的生意地盘，我统统的都给你呀、今天早上，爹，你到底关不关心我？我不关心你，你搞到杀人这么大的事，
你有没有找过我呀？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，你叫我怎么关心你啊？你知道我是被人陷害的，你知道自己是清白的，那为什么还要走啊？为什么还要走啊？因为你问都不问，你要我去侦缉部。财叔相信我，小馒头相信我，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你怪我不相信你，阿比，你从小到大就只会闯祸，我说的什么话你会听啊？我真的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去杀人。阿比，你这么冲动，你还能怪我不相信你吗？好，说到最后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我真是想不到，你已经二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是不务正业。你弟弟阿春，他比你小，都知道为自己的将来打算。你告诉我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想做什么？你知道我想做个武术家，可你不肯教我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不肯教你是因为……我不用你教。你看不起我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武术超越你。你说我不想叫你咏春，是因为看不起你。是，你看不起我，我也看不起咏春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你的咏春并不是最好的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不可以侮辱咏春。阿碧，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我也是。我做什么了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龙鹤，龙鹤，哎，都说了多给我几天时间了，还来干什么？龙鹤，我们今天来呢，不是跟你要钱的。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，我还想干什么？你这个人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啊！我们是怕你弄不好，所以才帮你找个买家。是啊，待会儿人家来了。不许乱讲话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。哎，老板来了，哎，走，老板，老板。哎呀，老板，老板您可来了，您可来了，您可来了，好好，太好了，里边请。老板，您看看这所房子这个建筑，这种风格啊，哎呀。高明，老板，您还满意吗？我买了，谢谢高老板，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了走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Thank you.
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好几天了。你爹的死，我也觉得很难过。查没查到是谁做的？也是，你爹以前那么多仇家，想查到谁做的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没有啊，卖了这个房子的钱，刚好够还人家的债。接下来，走一步看一步再说喽。我以前也是龙家的人，见到你这样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有没有兴趣过来帮我做事？帮你做事？什么都不会，怎么帮你做啊？有一件事情很适合你。过来帮我洗猪圈。什么？洗猪圈？怎么，错不了啊？你以为你现在还是以前那个少爷吗？你看你现在像什么？我可怜你才收留你，真以为我想帮你？哼，高明，我有手有脚的，饿不死的，这种事别想找我。车队长，哦，原来这个龙家大宅的新主人是你呀。不知道车队长今天来有什么事？哦，我听道上人说，最近佛山来了个叫高老板的年轻人，刚一来就把龙金盛过去所有的地盘一口气吞光。我对这个年轻人很感兴趣，所以特意来拜访他，想不到就是你高明。车队长误会了，这些都是谣言，我现在做的全都是正当生意。正当生意？请问高老板做的是什么生意啊？怎么说，我以前也是跟龙老爷的，对他的生意也很熟悉，所以就想拿他的大笔生意来做。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这句话说的是一点不错呀。车队长过奖了。你的旧老板龙金盛就是在这儿被人杀了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略有所闻。当时你在他身边，知不知道是谁做的？这些我不清楚。龙金盛死了之后，你又去了哪里呢？我本来是想回乡下的，后来发现我不舍得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才回佛山来发展。好，想不到高老板还是个念旧的人呢。我这个人恩怨分明，所有的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不打搅高老板那么久了，改天再来拜会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上级命令我一定要把杀死龙金盛的凶手抓到，到时候有什么请高老板帮忙的，你可千万不要失信于我。没问题，告辞。不送。高老板，那些人都在里面吗？回高老板，以前跟过龙金盛的人有一些已经回了乡下，又或者是死了，其余的通通都在里边。
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是是。各位兄弟，好久不见。革命，你把我们抓到这儿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想干什么？你们自己做过的事，自己不记得了吗？革命，我们当时也是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所谓冤有头债有主。况且龙金胜都死了，你也没死，难道你还找我们算账吗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车震中正在找杀龙金胜的凶手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不会让任何知道内情的人活着。你们要怪就怪他了。原来杀死龙老爷的人是你。现在我更加不可能放过你们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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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答应你，一定会保守秘密。是，求求你了，高老板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不会说出去。老板，求求你别杀了。死人又怎么会说话？起你了，陈老师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要怪呀，就怪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，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，这次啊，居然还欠下人家一大笔钱，那债主呢，竟然要我用暂生堂来抵债还钱呢。敢问陈老师，那位债主究竟是什么人？他呀，就是最近把整个佛山搞得翻天覆地的一个年轻人。难道是高明？哦，梁大夫也认识他？又是他，没想到高明这个年轻人这次真要跟我们过不去啊。李少爷，怎么这么有空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散生堂那个是吗？有钱就了不起啊？你想怎么样？李少爷果然聪明过人，我另有目的，你都一清二楚。我的武功是师父传授给我的，当天他输给你爹，从此就耿耿于怀。你要打吗？跟我打。跟你打？你要输了的话，赞生堂、乐口福你都不能再动他们。如果你输了呢？你说了算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签了，我会负责任，我自己的命我自己做主。高明，什么时候打？你心急的话就明天吧。
不过我不想有任何人骚扰我们。何必？梁师傅，那我不妨碍你了，你随便坐，一切我付账。真是想不到你会选这个地方。哼，三脚猫功夫，你以为可以打赢我吗？
爹。我是阿碧，爹。阿碧，你要听爹的话，爹不要再恃才傲物，做事要量力而为。你要记住，好好做人。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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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我知道。
老爷，你安息吧，放心的安息吧。师傅，梁璧的师公，黄华宝。黄华宝，那位就是横练十三太保，常军雷师傅。你们还有多少人呢？走，心如，心如，心如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有没有事啊？心如，心如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先送回去再说。心如，陈少爷，哎，心如，先送去，你先送去。师父，梁斌，我始终是你爹的师父，跟你师徒相称，似乎有点与理不合。这样吧，就当我替阿赞教你咏春拳，以后你还是叫我师公。师公，咏春拳分为四路，分别是小念头、寻桥、标志和木人桩，包括有摊手、肘手、挣扎、制手、防手、扶手和日字冲拳。小念头的马步叫做二字前仰马，前仰马讲究马开半步，手要前肘，腿要前膝。来流直送，甩手直冲，拳打中线，先削后打，连削带打，以打分削。
听说你练得很用功啊，借不借试一下？最怕你不说这句话。 对了，两斌，刚才跟你打的时候，真的有点不同啊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你叫我说，我说不出来。总之是有点不同。叫你说你就说嘛，干嘛说一半还留一半？啊，我知道怎么说了。当时跟你过招的时候呢，你的表情和以前不同啊。你朕上风的时候也一样，都没有兴奋感。哼，有什么兴奋的？ 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你的打法越来越像一个人。你爹，梁赞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每次和你爹切磋，在他面前找不到任何的情绪，无论我用多大劲、多急都好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都很冷静。难道你们俩父子真的那么像？ 发誓终生不学咏春拳，曾经我不知天高地厚，立志要创出一套属于我梁璧的武术而超越阿爹。最后，因为我的任性而令阿爹白白丧掉了性命，我好后悔，好难过。我要为阿爹复仇，我一定要学好咏春拳，用阿爹最引以为荣的咏春拳。 来为他争这口气。我要用咏春拳打败害死我阿爹的人，高明。
你在想什么？刚才在你的脑子里，谁是你的对手？高明。那在真实的环境里，你知不知道谁是你的对手？你自己。你要打倒的人就是你自己。少爷，我刚才送午饭给他，他就不见了。毕少爷出来了。嗯，怪事了。这个毕少爷，那他出来以后会去哪儿呢？爹，阿妹，什么事儿啊，姚多福？不得了了，毕少爷他去找高明比武了，现在正在乐口福签生死状呢。啊？什么？快去！毕少爷，毕少爷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呀？啊？难道上回那件事还不能让你接受教训吗？啊？毕少爷，你说，你这……三叔，我有分寸。这。这个毕少爷他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呀？啊，这，你说我以后怎么跟这个老爷交代呀？我，这，哎呀！欢迎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师傅、父老乡亲、叔伯兄弟，现在我们就邀请这次比武的两位主角出场。首先出来的是高明。接着就是佛山赞生堂的梁璧。华叔，
两边，不要理他用什么拳法，照你的想法去打。谢谢师公，没有你我不会赢。我没有恭喜你赢，你的儿子赢了你还不出来啊？爹，老爷，哎，这不是梁赞满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梁师傅，爹，马顺，老爷，梁赞叩见师父。哎，起身起身，不用行这个礼了，大家都几十岁的人了。爹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不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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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。把高明锁起来。嗯。等等，抓我？你有什么证据抓我？我们在修道院附近的山边发现了五具尸体，有人向我们举报说看见是你杀他们的，你要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，把他锁起来。是。师父，这段日子真是辛苦你老人家了。哎，小意思。爹，嗯，爹，嗯，师公。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你想问什么？肯定是爹装死的事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了救梁璧，我中了高明的埋伏，虽然说没事，但毕竟是受了重伤。当唐大夫救醒我的时候，他给我念了一句师父曾经跟我说过的话，那就是一个男人真正长大的时候，就是在给他父亲举行葬礼的时候。我心生一计，就和唐大夫设了一个假死局，骗梁璧，让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。靠着我和唐大夫研制的麻醉药，让我可以停止呼吸，进入假死状态。为了使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，我连最亲信的阿才都没有告诉，这样才能够让阿碧相信我是真的死了。除了唐大夫和赵千华之外，我在世的消息根本就没有人知道。就是这样。爹，我知道你咏春拳厉害，医术厉害，想不到你说谎更厉害。
以前你不读书骗了我那么多次，我骗你一次不算过分吧？师父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死？肯定了，要不怎么做你师父呢？你会的东西全部都是我教的，难道我教他咏春还会输给你啊？当然不会。爹，我没给你丢脸吧？还算可以。算可以，请坐一下。不要玩了，哥。前辈，真的要离开？有机会的。师父，你们要走啊？不走等什么？什么事都帮你摆平了，儿子也帮你教了。那我去送你们啊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离开就行了。黄师傅。哦，我没有意见。师傅，还是让我送你啊。干嘛这么说？我们真的要走了。这样，那我送你们出门吧。那走了。师父，你们保重。1 2 3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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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2